想讲啥来？哇，都只吼，安尼嘞，主委讲吼，有人讲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但是我唔知是几个，让他们商量一下哈。好的，我想呢，我们看里面的有我现场的好朋友要唱的哈，来，这个是志宇哥哈，志宇哥，我唔知生日人，志宇哥我蛮了解的。刚刚有点志宇哥的朋友在哪里？哦，是我的。我陪你唱，我阿姊的啊，啊，你就知影，我就不是唔捌日语，是日语唔捌话呢。你也偷偷告诉我，叫做什么名字？什么好久不见？我就跟你讲，不要按嘛。等一下要上课的同学，我们好朋友，请记得，我已经开了，你不要再按了。你再按掉的话，要等三秒钟，它才声音才会出来哦。你按看看，你按下去，你按啊，好，三秒，按一次就好了，没停电啦，安尼也听啦，安底下起也爱叫，来，晃完五声了哦，是吗？我说上台就好了，拿来就唱的，不要再按了啊！好，日语歌曲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啊，先问点那个注意，那中干事，那第二选看你在这边现场，还有我们以后的贵宾。我们现在好朋友要唱歌的朋友，可以赶快来点歌哈！我这个姐姐唱完之后，邀请我们的主委、里长、总干事，还有我们的管理委员会，大家都给我要请我来掌声鼓励。陈家云老师在大声，我讲话是在大声。
Thank you.
Yeah, we're gonna be together.